们今天的主题啦，是这个新人挑战营啊。那我们要来考验你们的这个实力，没错，就是呢挑战你们的味蕾极限，简述当艺人的辛酸经历，大家猜谁吃到怪食物？我是考演技，我们的道具请进。哇好。面包而已，面包啊，面包而已。对，我拿一般的面包，面包而已，面包而已。好，证明你们真的是很新的新人。对，我来讲解一下哈。现在呢，这边会有三样食物，里面呢有一样是加了芥末。那这我们把它就是公平公正公开嘛，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加了什么。对，你们三个人呢都吃。那水是什么水啊？就一般的水，一般的水，白开水，对对对，一般的水，不要想太多，就是怕你吃到芥末就可以，对，你就赶快喝就对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好不好？你们今天的任务不是只有吃这个吐司而已，你们必须要讲一下，边吃吐司边讲一个很心酸的故事，最心酸，对，就是会让你掉泪的，然后我们要让我们猜不出来到底是谁吃到这个芥末，所以等于是两个任务同时进行，对。OK， 好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小赖很有信心哎，我没有啊，我这谁先？我们三个一起吃吗？还是不要？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。他们先好，因为他们说他们你们选了，还要选择选吗？姐，还要选择选吗？因为他们说怕我先选到没有芥末的，恩宇先，恩宇先，我先，你自己选，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反正我跟你讲，你自己选，你的几率是最不容易中的。对，那你们也要看哦，你们三个也要看。那如果我中的话，我就是衰啊。我们也要看，因为我们也有投票权。对，我们有投票权。你中了，你不可以说。好，你要拿好，然后直接放在嘴巴里。不管怎样，都要。那其实呢，我在就是去年演唱会之后，我就吃了，我不知道是吃错食物还是什么。那时候我就一直上吐下泻，然后我进了医院吊水，对，然后那时候他医生就说好像不是细菌，好像不是食物中毒，是细菌感染。然后那时候有一阵子我一直没吃，所以今天我终于吃到一个面包了。哇，好悲情哦，大口一点好吗？好品尝，好品尝，然后捂着把它放着。对，我觉得好像是夹起司。我觉得，就是我上吐下泻过后，我吃到最好吃的面包。哇，真的演技派，演技派，可以，这是可以。我口有点干，我可以喝水。可以可以，请喝，请喝。好。我也觉得这个水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就是我上吐下泻过后，我吃的东西跟喝的东西都是药。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喝到白开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好，好厉害，谢谢。OK， 东西放着。来，第二位，我们的建勋来吧。我们先吃再讲悲情的故事。是吗？先吃再讲悲情的故事。先吃一口，然后再让它勾出你悲情的故事。好，那就中间给你了。好，中间给你。又换一首歌了 ，Kim 老师好棒。好厉害啊！给我都想哭了。好吃。等一下会不会转台来这里？想说发生什么事？想到2009年的时候，2009，对，我比超级偶像，我带着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心，我去参加超级偶像比赛，结果我比到15名就输了。再咬一口，再咬一口。我知道吗？我那时候我内心好难过，我很怕人家永远看我是15名。是。食物很后面，哇，我都要哭。但是我讲说，我是一个，我个性是爱个彻底的人，我做事情都，我做事情是非常彻底的人，要么不做，要么做个彻底。赶快喝口水吧。他已经语无伦次了。好，哦，既然这么彻底，你就回位置，爱个彻底吧。接下来最后一位，我觉得中间的好小赖，浮夸派演员小赖，不要输，我告诉你。老师，有没有声音？给我一个最悲惨的歌。哎，老师都想弄你了。对，我这样哭不出来了。你要悲惨。对，大挑战。你还是要悲惨。人家都说你像西小瓜。哭了。西小瓜出唱片，开了演唱会。你有什么？而且专辑还卖得不错。对。而且很多粉丝都对你上的破马好。你们很过分啊。而且他现在通告接得不错，尾牙也接了好几场，春酒也接了。我什么什么都没有，你什么都没有。在我在演艺圈是白混。他连男友都交了。他有吗？我
烦，他哭了，赶快喝一口水。我也这么好烦啊，很想笑。我笑到有点累。谢谢我们的小赖，快坐。会吃东西要噎到。哇塞！哎，你超会的，超强，超强。超会演的。哇，那这样他们这样子大吃完也大喝完也难过的也难过了，嗯，是不是要办点正经事啊？是的。各位经纪人，包括我们啊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牌子准备好。嗯。我们先猜饮料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猜一下，到底是谁喝到奇怪的饮料？请举牌。奇怪的饮料是所以奇怪到底是什么味道？我也不知道。一个是开水，一个是类似乳酸。其实我喝的，我喝的真正是白开水。这是什么？我很像，就甜甜的、啊。哦，那就是你吗？所以是我。对啊。我觉得蛮好喝的、啊，我就觉得很好喝。再来，是谁吃到奇怪的东西？哇哦！请举牌。这个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！怎么？你演的那么明显是不是？我演这么明显吗？你怎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不是啊，刚刚那么惨。你人家都那么明显，哎，我心都爆开了，你都没有看 detail。他眼泪，你都是泛着泪水。真的吗？我刚感觉他真的要哭嘞，他那个吃的那有点嚼不下去。那个是因为他们刚血脉喷张了，对。他不是因为听到犀小瓜他才要哭的。等下会不会大家以为今天这里都是犀小瓜来上？你刚里面有加东西吗？是 cheese。哦，你是夹起司的，我的是起司。其实吃到真的吃到了这个芥末是我们的建轩，好吧？对，好啦，好的，裁判判定我们的建轩演技最不好，被抓包了。没错。可是呢，同时也显现出我们的恩宇演技最好，成功的误导大家了。大家都猜你耶。对，小赖呢就。没有什么好讲的，没输没赢，对，好像不关，好像不关他的事情。对，所以成功得分的是我们的恩宇，恭喜恭喜，厉害厉害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给他得一分，他得一分，有一分了，恭喜恩宇获得第一胜，有有有，棒。